现在开始读宣召。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也是术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以赛亚书44:6。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诉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约翰福音4:24。11页金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下面请李牧师献唱敬拜赞美。李牧师，谢谢。好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感恩主日啊，所以我们特别，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来敬拜主。我们一起唱《献上感恩》这首歌，来荣耀我们的主。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正量。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正量，那是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这量大事。如今
Amen. 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这样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的。是的，我们用感恩来献上我们今天的敬拜。我相信神会得着极大的荣耀。阿门。我们再次用感恩的心来唱下一首。啊，神羔羊配的，我们将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感谢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感谢耶稣为我们舍命，感谢为我们流血。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钉痕双手，宝血洗净我污秽，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坐当道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阿门，阿门。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钉痕双手，宝血洗净我污秽，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坐王到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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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阿门。下面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是因着爱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感谢我主基督，你用喜乐的灵再次充满了我们的心。感谢天父，在我们人生旅途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刚强。
求你保佑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求你用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行路的光，做脚前的灯，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生学你的样式，行你所喜悦的道路。阿们。阿们。大家一起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再念一遍。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阿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欢迎彼此问安。李传道，我来 run 这个 slide 好，你可以把你的 stop sharing。好 ，stop sharing。啊。stop sharing， 可以了哈。啊，谢谢。谢谢。大家好 ，Happy Thanksgiving， 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祝内平安，祝内平安，对，祝内平安，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在网上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再一次感谢李鸿昌牧师为我们领唱，为我们献诗，谢谢你。好。下面是报告。欢迎新来的弟兄姐妹，今天没有新来的朋友是弟兄姐妹是吧？那我们进行下面一个，爱琳堂的读经计划，请那个李传道跟我们解释一下，还有我们下一次的读经计划好吗？对，我们的读经计划到11月30日只剩下一个星期了。我知道大家很努力、很用心的在读经，很高兴，感谢主。我们在11月30日以后呢，就像我们上次一样，40天读经以后，如果有人想分享你读经的心得或者是你的见证，请跟我联络。然后我们12月开始，因为是圣诞节，我想我们重新再读路加福音，关于圣诞节的，我会发在爱琳爱群里面，我会跟大家讲的，谢谢大家。我们的团契小组星期二中午是12点到1点，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还有星期六晚上7点半到8点半。我们有3个小组聚会，是通过微信的方式。那大家可以积极的参加以上的小组啊。如有需要，可以跟每个小组联系。星期二晚上7点半到9点，英文的桥梁团契，有兴趣的话，请跟王老师联系。下面请李牧师献唱《何等恩典》。声音可不可以放大一点？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个人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一卷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的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阿门，阿门。下面请王希姐妹读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和《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王希姐妹，请上线。好。现在能听见了吗？听见了。哎，好的。今天读的经文第一段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第二段是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为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阿们。阿们。阿们。下面请李传道为我们证道。再一次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Happy Thanksgiving。对，很高兴今天是感恩主日。今天是感恩主日，我们能在一起敬拜主，就是主的恩典。因为是感恩节啊，所以让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感恩节的由来。在400年以前。1620年的冬天，在欧洲的清教徒们，差不多102个人，他们因为不满英国总教的腐败，为了享受信仰上的自由，所以他们搭乘五月花号船，经过了2个多月的艰辛，搭上了美国这片土地。那年冬天天气寒冷，又加上原本食物的不足啊，劳累过度和疾病等等，所以过半的人因此而丢掉了性命。第二年春天，在当地的印第安人的帮助下，这些清教徒们得到丰富的收获。所以按照圣经的话语，他们感谢神的恩惠和感谢印第安人的帮助，所以清教徒们与印第安人他们欢聚一堂，举行了盛大的晚宴，一起庆祝丰收。这就是感恩节的开始。像他们每个感恩节我们都吃那个南瓜，我们吃火鸡，像这都是他们当时打猎打到的火鸡，或他们种的那些南瓜，还有玉蜀黍这样子东西，所以也成为他们的传统。这就是简单的感恩节的由来。我们基督徒呢，最基本的，我们除了相信耶稣之外，就是要有一个会感恩的心，不论是对人或者是对主。让我们大家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在家里可以大声一点说感谢主，我们也可以对我们周围的人说感谢你，感谢大家，我们感谢爱令堂的所有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真的很感谢，在这几个月当中，与爱令堂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一起相处，真是我一生很大的幸运，真的感谢。我们感谢耶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还回来的。我们感谢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是没办法独自生活的，是不是？中国字呢很奇妙，这个人字。看一下，人字是人和人互相扶持的意思，这样叫做人。我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一个人是没办法，一个人这样就会倒下，所以我们一个人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当我想到要跟大家分享有关感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开始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会感恩的人？我有没有做到凡事感恩呢？我和我的家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在科罗拉多州住了差不多快10年。当我们全家都信主之后，我们生活也算稳定，可是好景不长。在1998年1月2日的清晨，我的父亲因为脑溢血而紧急送到医院，真的是晴天霹雳的大事临到我们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感恩呢？圣经里说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也是生活充满喜乐的门径。可是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又怎么样感恩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到17节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是的，凡事先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必须学习的功课，这是神的旨意，也是让我们生活充满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们如果要凡事谢恩，那我们要对凡事的看法抱着几个不同的态度。第一呢，我们要凡事相信，凡事欣赏，就是信徒呢要有投射的眼光。大家可不可以看到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有半杯水，怎么样？大家看到这半杯水的时候怎么样说？有的人会说啊，只剩了半杯水了，可是也有些人会说感谢主还有半杯水。像天清的时候呢，有人可能说日丽风和感谢主，但另一个人也可能会说今天天气太热了。下雨的时候呢，有人会说我们的农作物可以生长了，感谢主。但也有人会说，今天下雨太湿了，我不能出门，很闷。可见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好或不好两方面的角度可以观看的。一个人要欣赏的眼光去欣赏万事，这样可以反事谢恩的。大家知道吗？阴天黑暗的时候，其实黑云上面仍然有阳光，只是被黑云遮住了而已。很多的时候我们观察事物只根据表面就下判断，所以我们会失望，我们会错误。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塞翁他有一匹心爱的马，一天这个马走失了，大家纷纷来安慰他。塞翁说不要紧，谁知道马走失了会不会是福。过几天这个马又回来了，大家听到了又纷纷给他道贺。塞翁说得失等闲事，这个马回来谁知道会不会是祸啊。再过了几天，塞翁的儿子骑着马到外面去，一个不小心跌断了腿，大家又都来安慰他。塞翁又说了，人生遭遇是祸是福，很难预测。小儿跌断了腿，焉知非福。过了不久，这个塞国和邻国打仗，塞翁的儿子因为断了腿，不用上阵打仗。大家都想起以前塞翁所说过的话：“人生遭遇，祸福难料。”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由来。圣经吩咐信徒要反事谢恩。所谓反事呢，是指着所有的事情，不论是快乐的事情或者是忧愁的事情，平安的或者是患难的，得到的或者是失掉的，这个事情不管是大的或是小的，我们都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也许有人认为这个话似乎不合情理，平安发财当然应该感谢上帝的恩了，可是患难痛苦又生病又跌倒，伤心还不来不及，又怎能感恩呢？我们在创世纪37章到最后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月色。我想大家最近都应该知道，因为正好是我们读的这一段。月色他被弟兄们卖到埃及，他被误会而关到监狱去，他在监狱里几乎都被忘记，他真的是经历了一连串的苦难。一个正直的青年，他遭遇到这么多的事情，任何一个人都会很容易的埋怨上帝，可是月色没有。怎么知道呢？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45章5节里，月色这样跟他的兄弟们讲：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了要保全生命。他知道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当约瑟从监狱出来做了埃及的首相，他会想到以前的点点滴滴原来都是神的旨意，他遭遇那么多的苦难原来都是迈向光明的训练。
所以呢，我们做信徒的，无论遭遇任何事情，或者是好事坏事，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们投视的眼光，看清楚一切，那我们就能反思谢恩了。我们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回想过去的恩典。大卫提醒自己的心要数算上帝的恩典。一个人如果肯坐下来数算过去上帝所赐的恩典，像什么时候上帝医治了我的病，什么时候在患难中上帝拯救了我，什么时候在苦难中上帝施怜悯，什么时候上帝成就了我的心愿，当我们灾祸临头的时候，上帝是怎么用奇妙的救法把我带过去，甚至在面临绝境的时候，上帝实行神迹，像救以色列百姓，他叫红海水干一样，让我们安然度过。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发现上帝的恩典真是所不尽的。我记得有一个长老，他一祷告就是几个小时，大家都很好奇，于是就像当他祷告的时候，就偷偷的去听，看他都说些什么东西。结果就听着他在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除了感谢主还是感谢主。他就为所有的事情一直这样感谢主，感谢主。我在灵堂这几个月里，我也是时常听到的话就是感谢主。有时查经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就讲啊，我经历了好多事情都是上帝一直带领我的，真的感谢。诗篇39:9，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不怨天尤人，还要反是感恩，因为知道上帝所准许的一切事情都是叫我们蒙恩蒙福的，是吗？阿们。所以我们不论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身体，我们所遭遇的好事坏事，碎石碎地，我们都要有赞美主的态度，我们要发出称颂主的声音。就算是在试炼中，在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也要为神的慈爱的管教而感谢主。如果我们学会了这门功课，那我们就会活在主的旨意里面了。第三点呢，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而且凡事顺服神的安排。在腓立比书，这个腓立比书是保罗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在监狱里的保罗，他仍旧充满了喜乐。他在4:10里面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保罗在监狱里为什么会大大的喜乐呢？因为保罗他相信主，他相信他被关在监狱必定是出于神的许可和神的美意。在约翰福音13:7里，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如今不知道，但后来必定会明白。很多时候这树上的花它虽然是苦的，可是呢它结的果子是甜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们要相信这个，相信主耶稣，要有这个确信。在马太福音10:29和31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神看顾我们真是无微不至，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是经过神的许可。所以纵然我们遭遇到患难，也要因为神的美意而顺服神的安排而感谢主。在我们感谢主反是感谢里面，也包括为无事而感谢。我们为有事而反是感恩，可是我们更要在没有任何事情的时候而为无事感恩。就像新冠病毒的感染，在没有新冠病毒以前，
我们可以随便行走，我们可以去餐馆，我们买菜，我们都不需要戴口罩的。我们想见人就可以见人，我们可以自由进出教会。像这些平常的事情，我们以前有没有都感恩呢？这个感恩是过去时的，现在时的，也是未来时的。我们为过去的事感恩，我们感谢主为我们做的好多事情，我们也为今天的事情感恩，我们也可以为将来的事情预先感恩。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遭遇，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因此我们感恩。话说回来，当我父亲倒下之后，我们没有时间埋怨上帝，我们也没有时间埋怨任何东西，我们全家人都向神进食祷告，我们求神医治我们的父亲，向神许愿，如果我们的父亲有心能复原，我们将我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上帝。但是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十天后我们的父亲依然被接到天家。虽然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决定将我们所许的愿实现。现在我的两个弟弟都是牧师，我们小弟在芝加哥的美国教会侍奉，而我的大弟就是今天为我们领唱的李洪强牧师。我的妹妹也是在教会很热心侍奉的执事。虽然我们的父亲已经安息在主怀而不在我们身边，但我相信上帝自有他的旨意，我们唯有顺从靠着主的恩典走下去。我深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天国相聚。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哈巴谷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泉中缺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希望这个信仰与我们爱令堂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同在。让我们现在一起唱回应诗歌。这首诗歌也有一个很美丽而感人的故事。这首诗歌是一个叫黄美莲女士所作的。她这个王老师下一个 slide 我有把她黄美莲女士，对，她是在1964年出生在台南，她父亲是牧师，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生的疏食造成了她的脑部神经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她的脸面四肢肌肉都失去正常的作用。当时她的爸爸妈妈抱着这个身体软软的她四次寻访医生，结果都是无情的答案，都他不能说话，他也是不能走路。当时可是他一直就很努力，他的爸爸妈妈一直在帮他。然后14岁的时候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然后他进入了洛杉矶的大学就读，然后得到学士，得到博士学位。他在美国虽然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利，不过他毅然决定回到台湾，在台湾做义工来帮助很多残障的儿童。还有这个黄美莲，她也说的一句话，当人问她说你幸福吗，你不会埋怨吗，可是这个黄美莲说，幸福不在于您拥有多少事物，乃在于您用怎样的态度去看待，享受自己现下所拥有的。既然是看似一无所有，也能比那些大富豪或身体健康但沉淀愁眉苦脸的人们快乐跟富有。让我们一起唱。那将是对你的感恩。
苦难中你给我安稳，盼望是你给我智慧，让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是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感谢主，阿门。下面是奉献时间。我们现在的奉献呢有四个方法。第一个呢是可以发短信到77977，写上那个教会的名字 Good Sam UMS UMC。第二个方式是直接到教会的网站。第三个方式是寄支票到教会的地址。第四个呢是把现金放在一张折起来的纸里，放在信封寄到教会的地址。这些奉献的方式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边找到啊。下面是千一颂，大家一起来读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们。Evan, can you play the...请你传道为我们祝福，让我们大家接受祝福。主耶稣，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在这感恩节的早晨，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环境虽然还是因为疫情而困难，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们愿用坚定的信心凡事顺服您的安排。请祝福我们爱灵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人、事业、健康，也请祝福在用心、用力、用金钱奉献给主的每一位信徒。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看顾以及圣灵的交通与这里凡事感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请 Evan play Pastor Ruth。Evan。Thank you.
Amen. Amen. 大家感恩节快乐。